啊，比方讲第一次，我们到这里了，手肘带起来，做好这个。他腰落胯，他腰落胯，啊，好，你们去尝试什么？你的一个partner， 你的伙伴手放在这边，你的手在这边，你的手在这边，这个时候我的重心还没动，这是轻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你去练。练习，手不动，什么都不动，就是他腰落胯，放到这边也可以，他腰落胯，有没有？你先不转也没关系，你就他腰落胯，重量就上来了。这时候是轻的，因为你的重心在这里，你这样放着。他腰落胯，有没有？他腰落胯，力量上来了，只做到这个，啊，双手也可以在这边落下。好，这个时候是轻的，搭，他腰落胯，他腰落胯，双的，他腰落胯，有没有？去练习这个，你们有没有看？你们有没有看懂？有吗？有看懂吗？有。有看懂就去试。搭上去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只先接触到，然后你就是松掉落。他要落胯，对方感觉力量上来，不用手压，不用手推，不用腰推，什么都不要，就是松掉。来，去练练看。没有上来。对嘛？因为你是在用腰在转，手上面没有。有。这个稍微好了。这个啊，有没有？左边比右边差。落，这个不好，这是用压的。这比刚才好。哦，我知道，我腰稍放。你的腰先不要动。腰不要动。你先放腰跟胯，先不要转，你试试看。它不是往下的，它会往前，往下往前。不对了，你没上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松腰落胯，它没有动作上面没有改哦，你还是一样，你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看，你刚才在做的时候，你是动作上面你是往下做，你擒住我的手好不好？擒住手嘛。你看我他要落胯，他要落胯，就这样子。这个没有，他要落胯，这样子。所以你没有外形上面没有这个，只是在里面，他要落胯。就这样子哦，江鹏总。但是现在就很重了。现在重是我手臂松掉啊，我这样子擒住好了，我手臂放着了，我手臂是这个样子，这样接下来的才是他要落胯，他要落胯的力量，你看，他要落胯。江鹏总，你坐。搭一下，感觉得到。这样哈。嗯。他要落胯，这样子。哦，你看，啊，这样，嗯，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又往，不是往下，是往前。不是这样子。这样是往下，对吧？这样是你往下，你的动作往下做产生的力量，不是，是一松。你看，一松，我不是说你腰一松，你的胸腔就会往前移吗？嗯、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。哦，嗯，听不懂。
琴高一点。哦，好好好，好，你看这个，嗯，啊、哦，这个，啊，都不动，什么都不动，你什么都不动，你只要做什么，你只要做，他要落胯，你只要做这个，全每根骨头都掉下来，都往前掉落。对，你只要做这个就好了，听不懂？杨文总，去试试看，啊？用完它，他就感觉你的力量过去好了，可以再擎高一点，好好好好好，可以了。你看哈，这样子哈，塌腰落胯，有没有？啊，回来，塌腰落胯，我只走一边，我走右，塌腰落胯，坐，塌腰落胯，只要做这个，晓得吗？对方不要做动作，对方他要落胯，你感觉那个力量有过去就对了。你们试试看。你教他站，你跟你爸爸站一样的步，不是站这样子。哎，好，站这样子，这个脚在前。现在谁要做？他要做好，你把他的手擎起来，有没有懂？是吗？是吗？你的手来，你的手来，不站起来，擎住。好，这个时候我没有松，我的手臂松，我的腰胯还没松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你要做的是这个，松，听不懂？回来，松，这个。只要先做到这个，懂不懂？啊？啊？懂。是稍微扭动是。不对，你不要动，什么都不要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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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只要松这个，松这个，不要动，哎，松这个，回来，松，回来。松，有体会吗？力有变吗？刚刚你帮他调整是有一点点感觉。对，你在做的时候啊，你的力量出去的时候，你自己的手不要缩回来，你要维持到你这个结构，听不懂？你现在的结构是这个样子，你到时候一松的时候，不要让它回来，那你回来就把那个力量消耗掉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你维持到这个，然后松。不要推到膝盖哦，你只要松就好了，不要推，落，不要转，不要转，走。你撑到我，好，现在是这样子哈，好，落，只要这样子，落。落，只要这样子，有没有懂？好，啊，你试试看，再松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难以解释，就是你有没有听懂我意思？但是我现在还不要你的关节主动的伸展哦，刚不是主动伸展，是每个关节、它动作松掉，每个关节它用每个关节松的力量，那个弧度。对，啊，就是对，就是那个东西，所以你可以完全不动，就是这个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刚刚有体感，但刚一点点，加一点点，这个，就一点点提啊，我不敢再用，再用就错了。那我就每个关节稍微松掉，就一点，这一点点力量，但我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不敢再用力了。你就松啊，我没有要你用，不对了，这个力量硬了，还是硬。但我有体会到是什么东西了，刚我在跟撑住，就这个就好了，看，就这个就好了。对，我有懂，其实我有懂，就每个关节都松掉，它自然就它那个弧度就对了，它就那个弧度。所以我刚有谢老师啊。形态不要动。
我先要你形态不要动，先体会那个力量，不要用这个。用做，不要做。他不要用这个力，不要用那个力。看好。只要这个，只要这个，只要这个，你看，只要这个，只要这个，江文总，只要这个就够了，这个就好了，不要去做它，就这个。所以上半身完全都没有动，完全不动，只是那里开而已。完全不动，我完全不动，我只是松。我往前的话，我都不动哦，我只松，力量就过去了。只要练出这个。江文总。